看清楚真正的民意在哪里。我们的神明已经在这里，把旧金给你看哩。我们觉得核四预算现在这样子的表决方式啊，其实是反民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公开知道预算的细目，不知道里面到底在搞什么鬼。这预算都在他们来对密室密会谈呢。请删除核四预算。谢谢委员，你好，谢谢。立法院议程不公开，表决不公开，这样子的立法院简直就是黑箱作业啊！在里面啊，几个立委举举手投投票，就要把我们这么多的人民的纳税钱啊，关于我们这个生命安全，关于我们社会的这些那么多的法案跟预算啊，这样子就要过关了。我们从头到尾都见不到，我们好几次打电话给国民党党团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拜会你，我们软言，我们想要用比较软性的方式，用说理的方式去说服他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问题，你到底知不知道，还是说你是在根本就不知道的状况下你就要来表决。我们好几次打电话到国民党党团，结果永远都是每一个人把我转来转去，这个人转到那个部门，那个部门转到那个部门，然后那个突然电话就来了，说：“哎，我等下打给你。”从来没有再打电话给我过。这其实就是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我们说他们代表我们的民意，可是当我们的民意要表达给他们知道的时候，真正的真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声音永远进不去。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所有的人都是利益的当事人？为什么他们要表决这个预算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旁边，我们不能出意见？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要用这个方式进去？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不让我们参与。警察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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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请愿就是为了合适的预算。但是他核四预算持续在表决，也就是说我们请愿，今天即便让我们今天请愿，但是他实际上骗我们的。所以后来我们想靠近议场去表达我们的诉求的时候，那个警察完全不让我们靠近，所以他后来是把我们所有人都拖出来的方式。马总统每次都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废核一、核二、核三，因为是老旧的核电厂，跟福岛一样旧，但核四是新的，核四比较安全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核四并没有比较安全，核四比现在台湾运转的那三个机场还要危险。为什么？因为那三个机组已经在台湾海域已经运转了一段时间，但是核四啊，根本里面现在是运转都运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先天的设计不良。核四厂它是 ABWR 型号的，它是一个很在日本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反应炉，到台湾移植过来之后，台湾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日本的太多的工程界的专家都说，核四厂真的是非常糟糕。然后去年一整年，如果住在贡寮的人，或者是像关心核电的人，去年都一直会听到各种的工程问题。那后来就是连监察院都不停的在纠正。上个礼拜，我们旁边的监察院已经证明我们讲的是对的。台电已经有一千项以上的变更设计是违法的，监察院已经说明了。但是立法院今天会不会做出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一个决议？它里面的施工方式，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国际条约，然后跟国外的不平等合约哦，所以里面的统包变成分包啊，然后让很多的国际厂商还有国内厂商哦，来分这个大饼，分合适这个大张大饼哦。里面这2000多亿的预算，不知道掉进了多少人的口袋啊，所以导致现在里面的工程一团乱啊，到现在都盖不好。大家看哦，
核一距离基隆市只有23.3公里哦，核二距离基隆市只有11.4公里哦，核四距离我们基隆市只有20.9公里哦。上周呢，我想这个云能会有公布哦，所谓的安全距离是30公里哦，我们基隆全部被这三座非常不安全的这个距离包围哦。我们基隆市唯一的民意代表，却是还是听党意，在下午给我们媒体回应的时候，居然说核四续建还是要执行的政策，核四续建一定要执行。同时他也说了，他说呢，国民党以及他呢，一定会监督我们台电的安全，所谓的不安全不上转。但是我要质疑我们的谢委员，以及我要质疑我们的所有的民意代表，什么叫做安全呢？现在塑化剂的事情这么的沸沸腾腾，谁能相信，谁能保证什么叫安全呢？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坑，我们现在还要继续丢钱下去。这140亿并不是去改善核四目前这些错误的设计，而是要错上加错。他当初为什么一直在讲说就是要减碳还是要非核，就是选项是二选一，这种的问题是非常的愚蠢的问题。那我们减了那么多碳，我们到底能对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国家的能源政策影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跟这些会员朋友讲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好的话，我们必须要下一步去要求政府，去要求产业，去要求各种企业，我们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不要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政策，我们要的是一个纯净安全的能源政策。核一、核二、核三，这样正在运转的这三个核电厂所制造出来的核废料，现在唯一的选址地点在哪里？又在台东南田。刚刚说要节能减碳才会有未来非核家园的一天，原住民是不是最节能？我自己台东家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族人，我们没有冷气机，我们吹的是大自然的风。最节能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最节能的族群就是原住民。可是为什么这些高耗能的危险的能源政策最后受害的就是这些底层底边的人民？不正义的政策确实踩踏在我们这群原住民的血肉身躯上，所以原住民该不该反核？在民党的提案里面要求删除这个要求被否决，那国民党的提案过了，也就是说目前这140亿的核四预算就这样通过了。好，现在已经是核爆，因为立法院已经通过核四的预算，是我们的人民于核灾的威胁当中。作为人民，我们面对这个核灾的威胁，我们必须进行我们的核灾演习。缓和还是继续再下去啊，能够，返回到共寮啊，占地盘移到共寮的核市场那边啊，那我们再继续再缓和。共寮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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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马英九的政策，国民党的政策，就是他就是会让他会表面的敷衍的宣布核一、核二、核三不延役，可是这个不延役什么时候才要除役？大概都已经到2016年、2017年，满九任期有到那时候吗？没有。所以也许就在明年，就在后年，只要随便再一个什么能源危机，他又可以做这个政策的翻转。但是他可以大拉拉的坐在那边宣布说核一、核二、核三我们不延役，但是核四我们要继续新建。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运动再度的拉回到共寮，给共寮的乡亲一个最好的支持。很多乡亲已经非常年老了，他们已经反核20年了，他们心中都甚至都会有点怀疑说到底这样做还有没有用。但是今天他们还是出来了一车，而且在昨天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他妈祖都请出来了，连妈祖都请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要为他们做最好的支撑，好不好？接下来运动我们会回到共寮，大家绝对不要放弃，好不好？